马路上人行道旁突然出现了一个超小待转格，让骑士看了相当傻眼。各位，这路的骑车的都没有啊，你还在用啊，你怎么用啊，不理想。待转格就会在台南市国华街和中正路口，因为尺寸实在太迷你，惹来民众抱怨连连。待转格宽度只有1米，长度也只有2米宽，等于只停两部机车就满了。是蛮小的、啊，也停不了几台车啊。针对引发争议的待转格，台南市交通局20号上午派人到场做修改。一大早就有工人推着除线机把待转格的格线清除，向后延伸，宽度增加了1米。可能施工厂商他在现场施工的时候，他针对地形的方式，地形地面的方式哦，他有所误判啊。台南市除了出现迷你待转格，还有超大待转格。台南本田路和工业二路口则是出现了超巨大版本。这处待转格位在台南科技工业区主要路口之一，考量到上下班的车流量，规格整整比标准尺寸大了10倍。因为在这边早晚上下班车很多，觉得比较安全。台南交通局表示，待转格都是按照用路人的实际需求做规划，有大也有小。包商一度画错，是否立即修正？待转格大小也成为讨论话题。新闻产业园黄云轩、陈志峰采访报道。